双胞胎面部解锁之互坑篇 Round 1。 啊，对了哥，明天我约了小姨出去玩，你早上记得叫我起床。哦，没问题。算了，我还是自己订的闹钟吧。那我去洗漱了。那我去睡了。我手机呢？哎，你去房间里找，我给你打一个。哎，我打电话。哎，他前女友好像叫小玉。啊！你能不能别给我打电话？咱不是分手了吗？可以啊，子健。哦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我错了。